准备好迎接格莱美奖提名歌手兼词曲创作家 CP 查理了吗？这位全球音乐巨星将带着他的全新体验巡回演唱会来到高雄，歌迷们可以期待一个充满他标志性流行节奏蓝调和灵魂乐融合的难忘夜晚。这是 CP 查理六年来首次在台湾举办演唱会，这对全岛的音乐爱好者来说是一场备受期待的盛事。全新体验巡回演唱会承诺为歌迷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CP 查理将演唱他最新专辑中的歌曲，以及那些在全球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热门歌曲。这场演唱会证明了他的音乐演变，以及他致力于通过艺术与歌迷建立联系的决心。除了音乐，歌迷们还可以期待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灯光、舞台设计和特效都将让人目不暇给。CP 查理的演唱会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全方位的感官体验。这次巡演的每一站都精心策划，旨在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感受到他的音乐魅力。无论你是他的忠实粉丝，还是第一次聆听他的音乐，这场演唱会都将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夜晚。高雄的音乐爱好者们，准备好迎接这场音乐盛宴吧。请在你的日历上做个记号。CP 查理的全新体验演唱会将于2024年12月5号在高雄巨蛋举行。当 CP 查理登上舞台时，这个标志性场馆将变成音乐和能量的圣地。高雄巨蛋以举办大型演唱会和活动而闻名，这使得它成为 CP 查理备受期待的演出的完美场所。场馆令人印象深刻的音响系统和灯光效果将进一步增强演唱会体验，确保歌迷完全沉浸在 CP 查理的音乐世界中。 CP 查理的成名之路是一个关于天赋和决心的励志故事。他最初是通过在 YouTube 上发布翻唱歌曲而获得认可的，这些影片迅速走红，展现了他令人印象深刻的音域和创作才华。每一个音符和每一个旋律都充满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无尽的创意。这些早期的作品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粉丝，也引起了音乐制作人的注意，为他打开了通往专业音乐世界的大门。他的突破出现在2015年，当时他发行了 See You Again， 这首感人肺腑的民谣歌曲被收录在卖座电影《玩命关头》其中。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已故演员保罗沃克而创作的，充满了深情和怀念。歌曲一经推出便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See You Again 成为全球现象级的歌曲，在超过100个国家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并为 CP 查理赢得了他的第一个格莱美奖提名。这首歌的情感深度和强有力的讯息引起了全世界观众的共鸣，巩固了 CP 查理作为音乐界后起之秀的地位。随着这首歌的成功，他的音乐事业也迎来了新的高峰，并继续创作出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让他的音乐影响力遍及全球。 CP 查理的唱片中充满了排行榜上的热门歌曲，这些歌曲已成为一代人的圣歌。从 We Don't Talk Anymore 的深情旋律到 Attention 的感染力，他的音乐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在情感层面上与听众产生共鸣。 One Call Away、 Marvin Gaye、 How Long 等歌曲进一步证明了 CP 查理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多才多艺。他毫不费力地将流行音乐的感性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和放克音乐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他创作朗朗上口的主歌和引起共鸣的歌词的能力，使他的音乐成为全球广播电台和播放列表上的中流砥柱。 CP 查理的音乐不仅仅是旋律和节奏，他还讲述了故事，捕捉了生活中的情感和经历。他的歌曲如 See You Again 更是成为了纪念和怀念的象征，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他的现场表演充满了能量和激情，让观众感受到音乐的力量。
CP 查理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的音乐才华，还在于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粉丝的真诚。他的音乐旅程仍在继续，我们期待他未来更多的精彩作品。第五部分，合作，融合风格，跨越国界。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 CP 查理与众多艺术家合作，突破了创作界限，拓展了他的音乐视野。他与防弹少年团和 BLACKPINK 等韩国流行音乐组合的合作，将他的音乐介绍给了新的观众，展现了他的全球吸引力。这些合作突出了 CP 查理拥抱不同类型和风格的意愿，他能够将自己的音乐个性与合作者的音乐个性无缝融合，创造出引起跨文化歌迷共鸣的新鲜而令人兴奋的歌曲。第六部分，歌迷之夜，全新体验巡演的意义。全新体验巡演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这是对 CP 查理音乐之旅的庆祝，也是对他忠实歌迷的衷心感谢。这次巡演为歌迷提供了一个在更深层次上与 CP 查理建立联系的机会，在现场体验他的音乐。现场表演的能量和兴奋为艺术家和观众创造了难忘的体验。对于歌迷来说，这是一个跟着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一起唱歌，亲眼见证他们偶像的才华，创造持久回忆的机会。第七部分，抢票热潮，抢票必备资讯。 CP 查理在高雄举行的全新体验演唱会门票非常抢手，鼓励歌迷们迅速行动，确保自己的席位。 Live Nation 台湾会员将可以于8月28号中午12点开始独家预购门票，一般门票销售将于8月29号中午12点通过 TixCraft 售票平台开始，门票价格和座位表将在接近销售日期时公布。建议歌迷们关注 Live Nation 台湾的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频道，以获取有关门票销售和演唱会信息的最新消息和公告。第八部分，超越音乐， CP 查理对世界的影响。 CP 查理的影响力超越了音乐领域，他利用自己的平台提高人们对重要社会问题的认识，并激励人们做出积极的改变。他的慈善事业和倡导工作证明了他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CP 查理的真实性和真诚的个性在全世界引起了歌迷的共鸣，使他成为年轻人的积极榜样。他的音乐和行动激励着其他人拥抱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梦想，并利用自己的声音来改变世界。第九部分，准备好一起合唱，期待值飙升。随着演唱会日期的临近， CP 查理的台湾歌迷们的兴奋之情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期待，歌迷们分享着他们的兴奋之情，计划着他们的演唱会服装，并倒数着他们可以亲眼见证 CP 查理精彩表演的日子。全新体验巡演将毫无疑问地成为 CP 查理的台湾歌迷们难忘的经历，一个充满音乐、情感和共同回忆的夜晚。第十部分， CP 查理在台湾，难忘之夜。 CP 查理六年后重返台湾，证明了他经久不衰的人气以及他与台湾歌迷之间的特殊联系。这次演唱会是歌迷们与那些为他们的生活配乐的音乐重新建立联系，并创造将持续一生的新回忆的机会。全新体验巡演无疑将成为今年台湾最受关注的演唱会之一，证明了 CP 查理作为全球音乐偶像的地位。第十一部分，不要错过，加入音乐庆典。不要错过在高雄观看 CP 查理精彩表演的机会，在你的日历上做个记号，设置好闹钟，准备好现场体验 CP 查理音乐的魔力吧。这场演唱会将在最后一个音符消失很久之后依然留在你的记忆中，与 CP 查理和来自台湾各地的歌迷们一起度过一个充满难忘音乐、真挚情感和纯粹